怎么了，索西？什么？鬼！别怕，别怕，我们先把灯点上来。有人吗？是，给各位请安。索性去拿点点心，快！大家吃点点心吧。我的娘！我的娘！老人家，您也吃块点心吧。老人家，我有那么老吗？请恕晚辈冒昧，晚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。我是先帝的极品，可这辈子同没吉利过，名位还留着呢，就被关到了这里。这一晃啊，已经八九年过去了，当今皇上的人都进来了，给吉太平请安。您说您在这儿待了八九年了，那您……我看着像七老八十的。我当年被太后那个老妖妇害得送到这个鬼地方的时候，我26岁，如今我也不过才35岁而已。你刚才说你是乌拉那拉氏？是。那先帝的皇后乌拉那拉氏是你的什么人？是我姑母。从前的皇后那可算是厉害呀，可就算再厉害也厉害不过当今的太后，要不怎么连你也落到这冷宫里来了。进到这冷宫里来的人能熬到出去的不多，刚才的那些你都看到了，便已是疯疯癫癫的，还有那些熬不住上吊自杀的人更多。我倒要看看乌拉那拉家的女儿到底能熬多久。您主儿，咱们快进去吧。你不怕了吧？嗯走吧。
都快着点儿。哟，马公公来送饭来了。嗯嗯。用饭了，用饭了，你这挨一会儿挡一会儿都有。哎，别挤，都有。不要抢，不要抢，都有。别抢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等一会儿都有。哎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，拿开！不要抢！哎呀，别抢啊！外面呢？麻溜的，赶紧的！点着你啊！下一个，还好还好，不要急，都有。下一个。快点！馒头，馒头。新来的？是。季太平。啊，这馒头对我没点儿了。哎呀，瞧我的！我的，我的。吉太平，不用看，想办法弄点银子，马公公自然会给你们弄些新鲜的吃食。冷宫里也能用银子换东西啊？谁跟银子有仇啊？冷宫里也一样。你把钱给我。老师，老师，给我吧你。